哇，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动，因为我现在在按，现在刚刚徐小夫流脓血，哪里流呢？就是他肿大的睾丸那边流，好像撑破一样，然后流一大滩的脓血。我现在另外一只手用卫生纸，借着卫生纸啊，把压住那个流血的之处，现在。这只手，卫生纸那边，我压着，一直压着，妈，打电话，叫楼上的老婆下来帮忙，就是这里，我指着这里，手指头，这个地点，有了一个洞，吓我一跳。是撑破的，然后就血流脓，差不多是就是这个颜色吧。你看它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血又不像血，要带脓。这样滴滴滴。现在暂时先紧急用那个纱布，棉花压住，然后盖上纱布，贴住，就这样，看看明天假日的话，看医院有没有开，吓死我了，